有的晋升问好还不够，我们要逐个的跟大家问声好，好不好？每位成员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我们从蒋静先开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是刘长进。我是朱振群。很开心今天我跟大家见面，然后这也是我们出道的第一次演出，谢谢大家可以过来看我们，爱你们。我们一起往右移步一下，好吧？这样正一点，对，好 ，OK，OK。好了，感谢现场所有甜蜜制作人们的热。可以了，好，那我们请郑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哎，谢谢，谢谢坤坤，很暖心啊。好，现在听清楚了吧？好，清楚了。分享一下最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，跟队员的相处当中有没有什么难忘的事情？就是最近其实我们大家其实心情也挺多，其实大家都挺累的。但是每一次排练的时候，大家都还是最拿出最好的状态，然后一直在一起排练，所以就这点我就觉得都其他人特别感动，就看到他们其实真的挺辛苦的，然后但是他们还非常认真，然后去做每一次排练。是，就是大家团结在一起，辛苦都不算辛苦，对不对？是，就是排练的过程当中付出的汗水啊。Justin 呢，有什么好玩的事情？好玩的事情吗？就是去了美国之后，能体验到很多是不一样的，可能美国他们独有的这种风俗吧。风俗，对，我觉得就是感觉美国人们不许犹豫，好吧？每位听清楚题目啊，我们来先来看看我们这个环节的第一题，请问我最近有向成员们说谎 ，Yes 就举圈。No 就举叉，考虑一下，回忆一下，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哎，什么情况？看一下，有两位说没有说过谎，然后龙是一半一半的，然后 Justin 你是 Yes or No， 还在犹豫。真的好没有原则的同学，哎，刚刚那个麦克风在哪边借一下？哎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这样，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我们就选几位来问一下，特别是那些说过谎的，好不好？来，先我们问一下郑婷，你说过谎是为什么？就是我们不是排练嘛，然后中间我不是老师说我要去上厕所，其实我是饿了，所以我去吃点东西。实在是饿了，你应该跟刘畅精彩一块多吃点。来，我问问 Justin， 你刚刚一半一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善意的谎言。比如说什么是善意的谎言呢？就是我最简单的，就是我刚刚还跟刘畅精说他瘦了。我觉得长进啊，长进瘦了很多，瘦了不少。长进，你问一下看，我瘦了吗？你瘦了。认真吗？你瘦了。善意的谎言。好了，其实是朋友之间其实百无禁忌哈。那我们看看农农来回答一下，刚刚你举的是，其实我不太记得我有说过吗？怎么？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，我没有骗他们过不好的东西，我一定都是好。善意说，我们你瘦了，我可能还 OK， 或什么什么。啊，不会是骗他们不好的事情，是不希望队友太担心自己啊什么的。这个倒比较少，但是都是好的东西，好事情。总而言之，对。好，那这题我们就先到这儿好吧？我们待会儿看第二题的问题。我们每个都要问过去，时间会来不及了啊！来看第二题，请问，我特别嫉妒的一位，我有特别嫉妒一位。都是有。好，我们来先问一下坤坤没有特别记录，是不是？就是我觉得其实我还蛮想回答一下上一个问题的。可以吗？要不然
我几乎每天都会说一个谎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他们训练的时候我经常会说，我说你们真的太皮了，我真的不想管你们了。但其实我还是很爱他们。哪一句是谎？你太皮了是谎，还是我不想管你？不想管你们。不想管你们。对，其实还是很爱他们。是。对，所以就没有嫉妒嘛，就是觉得大家都很优秀，然后我们其实 9% 每个人自己的风格特别的明显，是有自己特别大的优点，所以我觉得是互相学习的那种。没错，谢谢坤坤。来听听看陈晨，陈晨取的是 Yes。坦白一下，嫉妒的是谁？我除了有长进以外都羡慕。为什么？长进？我除了汪先生以外，我都羡慕。这是有人没发现 9% 除了我俩都挺瘦。什么什么？ 9% 除了我们俩都挺瘦。所以羡慕他们吃的不胖，你真的觉得太瘦了。你看小鬼，小鬼都不知道水桶叫什么东西。好了，这是陈晨的一个很真诚的坦白啊。你有在练一些个人的才艺，最近有没有？想一想。来，同样我们三二一来举牌哈，三二一举牌。有三位成员说没有，其他成员都有默默的在练个人才艺啊。我们同样从这边先开始，来麦克风再借一下，谢谢。正题，没有在练个人才艺啊。不是我没有。对，你猜猜看，他们有在练什么？我猜吗？你有发觉有人在练什么才艺吗？这我怎么猜？没有看到，没有偷看。那你最这样子，你来点名，你最想知道谁有偷练什么才艺，好吧？都有谁？来，刚刚举牌有在偷练才艺的，这么多人吗？陈姐，你刚刚不插吗？你想听谁的？最近就是有在练习自己的文采。文采？写诗吗？是对，会看一些很优美的诗句啊，会读一些很经典的书啊，然后也会想到以后有机会分享给大家这样子。可能也会考虑自己写写诗吗？会，我自己一直在创作。你在创作？就是应该算是个人才艺吧。是不断的补充自己的能量哈。谢谢坤坤的分享。那我们 Justin 你来选择哪个你想听的，你好奇哪位成员的才艺？谁的？小鬼的。谁？小鬼。小鬼的啊，好，来，小鬼拿麦克风说清楚一点。谢谢，今天没空。我的吗？哎，我的，我想想，晚上我躲在被子里偷着练 freestyle 什么的。为什么要躲在被子里？换一个，我想想，这算是一个吧。那我还有一个，就是我在偷偷练英文。哦，对，我跟陈晨练，我再也不让他给我翻译，他给他让他给我翻译那么大脾气，让自己努力啊，对不对？要么越幸运啊，不能让他看不起了。好，有志向啊，来，我们听听看龙龙的才艺是什么。我在练写字，对。然后我前几天在酒店里面，其实写了一个词，但是我不知道我唱不唱出来，因为我现在蛮紧张的。它是别人的，但是我填的词啊，如果我忘记，那对不起。那现在让大家听听看。有福利啊！怎么会爱上了他？希望未来的路还有你啊。谢谢老农，不仅有肚子饿想睡，更让我迫切想睡，特别是在训练的时候，很辛苦的时候，肚子饿和睡觉哪个更重要？如果觉得睡觉更重要的就举圈，肚子饿更重要的就举叉，好吧？三二一，请作答。
坤坤是一半一半，郑婷也是一半一半。好，我们来听听看坤坤的解释，为什么是一半一半？就其实就是吃不饱和睡不够都很不开心啊，这两个都无法接受，都无法接受，但是都必须接受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对，就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满足到这方面的条件，但是就我觉得想一想其他的自己的一些目标什么都可以坚持一下。是的，所以也要自己去适应和调节。但是很多粉丝还希望我们每位成员都要吃饱，要睡好啊，都要休息，保重身体是最重要的。来，陈倩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觉得是肚子饿比较重要的？这个我觉得吧，就是为啥我老瘦不下来？因为我有一段时间觉得，哎呀，就看那个节目里就你们发的那种截图，你知道，我看到自己都把自己吓一跳。然后我后来就想，天哪，不能再吃了，然后我就决定去少，就基本上就不吃夜宵啊之类的，基本上晚上也少吃，就运动了。但那段时间也很蛮辛苦，但是我发现不吃饭真的比不睡觉还难受，所以一定要吃饭。就是你吃不饱，你睡的时候你还不如你还不如饿起来，你吃不饱你还不能干。是，所以要吃饱才有体力好好的训练啊。英俊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因为就是太瘦了。哎呀，高招很难，太瘦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样除了下台会被打。就是对，要吃多一点，所以就一直在吃，一直努力的在吃。好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希望我们每一位 9% 成员都要吃饱，都要睡好，保有满满的体力，把更多精彩的舞台献给大家。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 9%。 好，我们请大家移步到舞台前侧一点。OK， 刚刚是我们的 9% 魅力的分享时间。